好，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适合男生的面膜。男生的皮肤呢多半比较爱出油，毛孔也会有一些粗大，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清洁的面膜来使用，深层清洁毛孔中的污垢。另外呢也建议大家要使用一些比较清爽的有保湿作用的面膜，尤其是在换季和秋冬的季节，避免皮肤过干而引起皱纹。好啦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，拜拜。